谢霆锋的妹妹近照首次曝光，如今36岁，却感觉比谢霆锋老10岁。谢霆锋的妹妹谢婷婷在娱乐圈里一直是个聪明的女人，绯闻男友一个接一个，也许是因为在国外受教育，谢婷婷的风格很潇洒，这是非常西方化的。年轻的谢婷婷继承了谢贤的美貌，这也是辣妹，基因很强大。然而最近谢婷婷出席活动的照片，她吓坏了所有的网友，她深沉的命令，微笑的嘴巴都歪歪扭扭的，有一只大眼睛。谢婷婷近照整个人的心理状态都变得更老了，她不像一个36岁的孩子，我觉得有40有个人相信。网友纷纷表示，怎么许久不见老了这么多，比哥哥都要老10岁啊，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